快车。全国投资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飆股投快车，我是魏松，带你轻松赚大钱。今天啊，台股大涨115点，几乎啊完全命中啊，行情几乎完全照我们规划来讲，对不对？老师，那你这样准啊？那你准啊？这 k i c 啦！再强调一遍哦，我都是事前预告，你绝对没有看过这么准的啦！再强调一遍哦，我可以看到，我再强调一遍哦，我预告未来，我所有的东西都可以事先跟你讲。那老师啊，啊，可不可以把它变成即时的？就是当我的好朋友。如果你还不是我好朋友了，没关系。做一件事情，把手机拿出来扫我们的 QR code， 或者加进入 LINE 里面，你直接搜寻我们的小老鼠 LIA8338366T， 直接加入，你就会是明松的好朋友。再强调一遍哦，加 LINE 当朋友，飆股一定有，阿雄就是你最好的朋友，你就可以每天啊锁定，每天及时收到我跟你分享的资讯，你就可以看到未来啊。听我来，今天涨115点，言归正传了哈，我们的5G 飙翻全市场，啊你有准吗？上礼拜我叫你买资产股全部大赚获利出清，上礼拜我叫你买生技股全部大赚出清，这个礼拜呢我买 5G 一样全部大赚。哥老师那有这准的，那会准啊呢？我都先说的呢，我都预告在前面呢。来，我问各位一个问题，如果每天买股票涨上来准不准？老师那你这准，请问你告诉我是每天买股票吗？再强调一遍哦，我没有每天叫你买股票哦，我有跟你讲它要大跌要杀哦，杀到前天我跟你讲什么？我跟你讲什么？我跟你讲什么？要喷啦，我老师那有可能啦，那有可能啦。来，5月29号礼拜三，台股暴跌80点，创下波段新低，我讲啥？我们的机会来了。如果你有看当天的节目啊，各位，如果你有看节目，麻烦你再看一下，麻烦你数一数当天我的节目从开始到结束我讲了几次我们的机会来了。你也跟我说老师啊，你是在 repeat 吗？ repeat 吗？你不是跟我说 hello hello hello， 结果当天你跟我讲我们的机会来了，我们的机会来了，我们的机会来了，然后讲了十几二十次，为什么我要这样做？我不是每天叫你买股票，很多人是每天跟你讲买点到了，通通都是买点，拉回就是买，买到你等等卡等手，他还在买，那你说他对，他到底对还错？现在涨了、啊，哎呀，老师前几天讲都对，我从头到尾叫你只会杀下来，在这里跟你讲要买，有啦哈，先试水温，再伺机开火，我们的机会来了。我安尼跟你讲哦，昨天狂飙81点呐、啊，啊，今仔日呢？又大涨115点，我们的5G 飙翻全市场了、啊，有无？联发科给那里一个创新高，我待会再跟你讲我们的看法了、哦、而且如果你是加我 LINE 的，你收到的都是即时的，我一大早就有讯息了。好，来，为什么要加我的 LINE？ 哦，你还不是我的好朋友的，你只要做一件事情，手机拿出来扫我的 QR code。如果你有长时间在看明松的节目了哈、哦，你慢慢就要点击掏钱。准时收看都不用，你想什么时候看就什么时候看，因为只要每天我节目结束之后大概一个小时之后，我就会把我的节目放在上面，所以你可以随时随地看我的节目，你要看几遍都就看几遍，这样好不好？来来，重点来了，有人说、哦、老师啊、哦、我看你这么看这么久、啊欸、台湾、哦、还好 我有看你节目，我们都避开了，我们都躲掉了，我们都躲掉了。问题来了，这一次到底是回升还是反弹？我要等真的是大回升我才要买。我说你管那么多干什么呢？管你是回升还是反弹，我问你一个问题哦。我人家说老师反弹我不做啦。好啦，我问你啦，反弹如果350点你赚不赚？你赚不赚？所以我管你是回升还是反弹，反正有钱赚，为什么不先赚呢？我现在不爱心谈，我现在不爱心谈大跌，我跟你说我们的机会来了。来，我不是每天这样讲啦、啊，有人是每天说狼来了，狼来了，狼了，结果都没来，对不对？你几都没了了，结果狼都没有来，大涨，今天又大涨。好，来，我讲了什么？来，这是昨天，这是今天的新闻了、啊、哈，外资连17买，连17卖，连17卖哦，到昨天还在卖哦，平下了史上第二长的天数。
你有看过一个这么认真的老师，每天都在追踪很多东西哦？我都有可以，我都为什么我有办法事先预告？有很多东西都在我的脑袋里面，我可以告诉你明天会发生什么事情，下礼拜会发生什么事情，下个月会发生什么事情，只是太多了，所以我只能告诉你准备要发生的东西，对不对？好，我问各位一个问题哦，我问你一个问题哦，昨天跟你讲什么？台股五月天外资连16卖，请问连16卖，这个是什么？这是历史第三哦，难能可贵，要张刚才难能可贵嘛，史上第19天，史上第27天，史上第36天，今天第昨天到昨天第17天，也就是说他是平了史上第二天，第二长天，对不对？好，甚至金额，这没人跟你讲啦，全世界你只有看民松的节目才会有人告诉你这个金额创下史上第二，第一是1500亿以上。好，我昨天讲什么？看你有多会卖。来，今天你看到了史上第二长天数。来，我之前跟你讲什么？我在头部，我在这里的时候跟你讲什么？如果外资一天卖100亿，我讲是如果哦，它还没发生哦，也还没发生的哦。你现在看到卖几亿了？卖几亿了？卖几亿？卖1387亿，对不对？好，来，重点来，重点来了。如果外资一天卖100亿，最少要卖半个月到一个月，它卖完行情就跌完了。所以我昨天讲什么？我昨天讲什么？看你有多会卖。今天涨几点？我不是跟你讲了吗？我不是跟你讲了吗？我不是都预告了吗？哎，我跟你预告是什么时候？不好意思哦，6号、7号、8号、9号、10号，我连续一个礼拜跟你讲。因为6号我跟你讲什么？我全世界没有人这样跟你分析的啦，我跟你讲说你要去研究外资在想什么，川普在想什么， FED 在想什么，他们是一路买哦，买到这个时候川普要搞经济上先贸易大战，所以会不会外资未来一天买100亿？那有人这样准的啦，我都讲在前面哦。如果你知道川普要先贸易大战，如果你知道现在的台股要跌，当天台股大涨90点，5月6号5月7号，好，然后我跟你讲，如果我一天卖100亿会怎么样？会安怎？所以我问各位，你有没有避开这一段修正？你有没有避开这一段修正？所以我跟你讲什么？你就不要买股票。那你要买可以，你买贸易大战受惠股，你去买资产，资产大赚，你去买生技，生技大赚，有没有？那这个礼拜买什么？前两天我跟你讲什么？要反弹对不对？我叫你去买5G，因为 big 啊，对不对？我都讲在前面嘛，对不对？好，来来，这是5月10号，所以我5月6号就跟你预告，5月7号、5月8、5月9号到5月10号，我跟你讲什么？不猜不赌，全部由市场决定，资金控管太弱流强。我想问各位一个问题啊，你等了三个礼拜，过了2个礼拜之后，法人跟你讲什么？他跟你讲什么？做好资金控管，强短要严守操作纪律。我有没有领先市场？我有没有领先法人？你要什么样的老师？那如果我可以把这些东西全部数据化，全部在 LINE 里面及时告诉你，你说好不好？所以你还不是我好朋友的，麻烦你做一件事情，赶快加我的 LINE， 赶快扫我的 QR code， 赶快成为我的好朋友，这样好不好？这样可不可以？好，来，所以我跟你讲什么？我前面都跟你讲了，我前面都跟你讲了，从5月6号、7号、8号、9号、10号，我讲台股要脱，台股会落，我跟你讲会先贸易大战，我跟你讲啥？我跟你讲，外资如果一天卖100亿，结果台股暴跌，好，跌到这里，前面我就不讲，跌到这里，我跟你讲什么？他要走 A、B、C， 有没有？好，那问题了 ，A、B、C 的 B 波反弹，对不对 ？B 波反弹，老师都弹不起来，都弹不起来，结果真的弹起来了，真的弹起来了，好。所以先以反弹四支，先以反弹四支，先以反弹四支，以传产为主，生技贸易战受惠股为主，对不对？我喜欢来讲诶，好，我问各位一个问题哦，我都有讲哦，电子走反弹，传产要飙涨。好，我问各位，台股暴跌的时候你在买什么？什么在飙？我们前一个礼拜通通都爱买传产股，对不对？传产冒出头，排盘避险流向飞电，好。资金去华为转投化工生技医疗，
我只问你一个问题，我有没有叫你卖？我上礼拜有没有叫你卖？5月24号，你看我节目哦，5月14号都不要再追了，我有给你卖掉了哦。因为我们在卖，因为我们在卖，我卖我会跟你讲了，我不只会告诉你，我还叫你不要去追，对不对？好，我跟你讲的云城，云城生技加贸易战受惠股有没有？李勇老师，跌台股大跌，要买什么股票？不能买股票啊，可以啊，可以买啊，要不你就空手，要都不要买。我甚至有好几天是空手，要不你就去买贸易战受惠股，对不对？台股暴跌，云城涨停板。再狂飙差两天，两天几乎两只涨停板，有没有？我叫你卖，我没有叫你追哦，我叫你卖哦。然后鸡啊，礼拜五几乎涨停板，我一样叫你卖。我跟你讲什么？我跟你讲什么？都不要去追了。好，老师，你真的有讲吗？还是涨停板你才告诉我？告诉我来不及了。来，我让你看哦，我让你看哦。来，我追几年哦。来，直接对我哦。来，来，我让你看哦。我找一下哦。好，来，在这里来，好来，这是5月23号，我问各位，礼拜四，恭喜生技真的开始暴动了。我讲这句话一大早9点20分哦，你及时收到我讯息，你会怎么做？礼拜五涨停板，基亚涨停板，云城涨停板，你会怎么做？你礼拜四早上九点二十分，我就跟你讲，恭喜生技真的要开始暴动了，真的要开始暴动了，老师，可不可以再早一点点？可以，我前一天在跟你讲，礼拜四的前一天到礼拜三，留意生技股要暴动了。我第一名点名基亚，有没有？他的妈妈叫云城，我节目上跟你分享的云城，两天两只涨停板。那基亚礼拜五涨停板，我问各位，你礼拜三就知道了，而且是盘中即时。你收我的讯息，你是我的好朋友，你扫我的 QR code， 你在我的。你是我的好朋友，你会在 LINE 里面看到。我跟你讲，他要飙了，请问你告诉我，你赚不赚得到？然后你看我当天的节目，不好意思哦，我当天跟你讲什么？我跟你讲什么？还看得懂吗？都不要去追了，我叫你卖哦，我叫你卖，所以我一定不会叫你去追，你放心，你放心，真的，这就是你看我节目的原因。这就是你要加我的好朋友的主要原因，对不对？好，言归正传，来，我公司啊，还有更神奇的哈、哦。如果贸易战，中美贸易大战如果打不出结果，华为跟苹果会怎么样？一定两败俱伤啊！为什么要来讲呢？你知道隔天的报纸报什么吗？华为、苹果俱焚，阿联有做么？好，所以我讲什么？所以。光跌升还不够，要跌过头，我们的机会就来了。来，我问各位一个问题，我问各位一个问题哦，这里叫做什么？这里叫做什么？从这里这跌到这里跌300点，叫什么？叫跌过头嘛？光跌升还不够，还要跌过头，这个时候我们的机会就来了，对不对？好，我问各位哦，我跟你讲什么？华为、苹果会两败俱伤。隔天报纸，5月23号，我跟你讲的，5月24号。华为、苹果巨粉有没有？一直到这两天来，你知道为什么台股还在破底吗？前两天还在破底，两天前还在破底吗？我有没有告诉你，中国反制600亿什么时候生效？6月1号，所以不会等到生效它才反应，它一定提前反应啊！所以我就等你提前反应破底，我再买。好，可是你会发现呢、啊，所有人跟你讲破底的时候，所有人跟你讲什么？所有人都告诉你什么？哎呦，这毒药，华为跟苹果双倍毒药，对不对？当天我怎么跟你讲？我跟你讲，机会来了。当所有人告诉你这是有多恐怖的时候，机会就来了。哎，拜托给套几缸。前一天，这个的前一天，我跟你讲什么？我们的机会来了。结果呢？所有的人都跟你恐吓你，都在吓你，有没有？短线双倍毒药，落井下石。我问你，你要看什么节目？你要跟谁操作？你要当谁的好朋友？你自己想。好，重点来了，这是鸿海。来，你有看过有哪一个分析师敢在这里告诉你他要飙了，敢在这里告诉你他要跌了，敢在这里跟你讲要反弹，弹完他还会再杀，所以他反弹起来的时候，我跟你讲又要杀了，杀到这里，我跟你讲什么？
我底价跟你讲，它会，我在这里跟你讲，它会跌到这里，所以跌到这里你就不要再卖了，不要再杀低了，它就有机会反弹。请问它有没有反弹？我先讲哦，我没有买哦，我也没有带你买哦。重点来喽，如果有一个分析师可以在这里告诉你它要飙，在这里告诉它要跌，在这里告诉它会跌到这里就转弹，请问你告诉我，你要跟谁做？我今天要告诉你，今天不是有光，今天玉金光不是拉到涨停板吗？我问各位一个问题，我问各位一个问题哦，前一波矽晶圆为什么就只涨这一档股票？为什么就只有涨它？为什么只有涨它？哎，所有光学股都没涨哦，所有矽晶圆都没有涨哦，只有一档在涨哦，叫中美金。为什么你知道吗？因为光学跟矽晶圆所有的资金全部都集结在这里布局这档股票，所以它会上来，这叫自救。让我告诉你，矽晶圆跟光学研究还有没有机会？我告诉你，他们有机会吗？那如果有，谁是下一个中美金？谁是下一个矽晶圆跟玉光学股的自救里面最标的那一档股票？你就买那一档就好了，你就买那一档就好了。我要告诉你，我要在 LINE 里面告诉你，而且我要告诉你什么，你知道吗？未来台北股市的推背图，未来三个月到半年台北股市会走怎么样，会长怎么样子，要怎么规划，我都要在 LINE 里面告诉你，都在我这里。我要告诉你，我要跟你讲，我要让你看到未来，我要让你看到未来。最重要的是这个，重要是这个，我待会再讲好来。所以回过头来，我问各位一个问题，我问各位一个问题，如果你知道这些事情会发生，你会怎么做？你会怎么做？你都知道它大修正啊，你都知道台股要跌啊，你都知道啊，我都是先讲在前面啊。而且我被只有挡了，我要请你大家做一件事情，扫我的 QR Code 加我的好朋友，我让你及时看到未来。不是看我节目，你看我节目可以看到未来，我要让你及时就看到未来。怎么做？扫我的 QR Code 加我的好友，这样好不好？好，我可以告诉你会修正，大修正。所以我们再怎么样等机会，找机会大干一场嘛。有人跟你说，更有人跟你说他买在这里，然后如果每天买他就买在这里。可是我是这样子做吗？我是在这里叫你买哦，然后在这里叫你卖哦，然后在这里叫你买哦，老子老家准欸。我有先预告哦，你看我节目看多久了？火箭升空，我去年跟你讲原因的原因是什么，狂飙的原因是什么。好，所以1月4号不甩大跌全力扫货，1月4号谷底要勇敢的扫货，底加底加有没有狂飙1700点，赚到快发疯。然后我在这里跟你讲，我跟你讲什么？他要跌，这里要跌了。我跟你讲川普要先贸易大战，我跟你讲，如果外资一天卖100亿会怎么样？会怎么样？那如果你通通都知道会怎么样？那我告诉各位，我要 让你及时就掌握未来，直接在 LINE 里面告诉你，这样好不好？好，所以你会发现哦，老师那也叫准哦，就连川普先贸易大战的原因都是经济数据太好，所以我会叫你放空，我不会叫你放空，你自己看哦，你自己看哦，这些我都讲过，我就不再讲了。什么叫 AI 浪暴，然后就再起？为什么经济数据这么好？你知道吗？因为这个嘛，对不对？好，这个你都知道了。所以，因为他们都在发展 AI 嘛，因为他们都要发展 AI 嘛。什么叫 AI 独家全国制霸？还要再讲吗？我没跟你讲，我赚多少钱，赚到要起笑，对不对？黑龙过去啊，那都过去式了。要重点是未来。好，我要告诉各位，上上个礼拜我请你做资产股，所有会员全部大赚。上礼拜我叫你做生技股，全部所有会员全部大赚。这个礼拜我叫你买5G 概念股，请问有没有大赚？一样，所有会员全部赚钱。来，我们先讲联发科，一档高价一档低价嘛，高价叫联发科嘛，对不对？它叫领头羊嘛，不用研究了啦齁，不用再放 VCR 了啦齁，我让我行供啦齁，抢手支撑准备要飙了，贸易战受惠股，你跟我说什么？老师啊，你真的不准啊，你说这标我了，我心都不行。拜托，这叫领头羊，领头羊第一棒，第一棒。我问你是不是第一棒？你跟我说什么？老师你真的不准，当隔天哦，隔天一大早，如果你只看早盘，你跟我不准，因为当天台北股是破底创新低，我在买股票，我节目上公开告我的机会来啊，我在买股票来，当天收红嘛，对不对？当天收红 K 棒嘛，可是它没有涨哦，当天是收平盘，它盘中破创新低拉起来，有没有？
那我问各位，你可不可以买在最低点？你可不可以买在最低点？不要说买在最低点，买在最低点附近可不可以？来，这隔天有没有领先市场？有没有领先喷出？有没有领先喷出？今天再狂飙，赚得好爽啊！我不是叫你吼，你都爱买几百张，买几百张才赚得到钱的。你买十张就好，十张34万，有好赚无？你只要买十张哦，不是跟他天长地久，不是报一年、报半个月、报多久都不是哦。你只要买在这里，十张赚34万，安尼有好赚无？借问的有好赚无？我有跟你讲无？我有跟你讲无？甚至我还告诉你，来低价的部分，波洛威有没有飙？我跟你讲的3380有没有动？好，我都没有买，因为我买的那一档比这两档还要强，我所有会员都有，但是我已经跟人家我已经交代，我们已经讲好了，都不能讲，所有会员都有，比他明代还要飙，甚至我可以告诉你，甚至他比联发科还要飙啦，啊，所有都有啦，啊，不过别当讲，我不是那种每天一定要开打先股票，来，我真正足想要讲，还阁未当，真正未当讲吼，来。来，我让你稍微瞄一下就好了哈、哦。来，注意看一下哦，看这里，来下面这里，五 G 双霸天，高价叫联发科，高价叫联发科嘛。这个可别当，来，高价叫联发科啊，低价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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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我们来看。我让你看哈，来，要开始接棒喷出了，有没有喷出？有没有喷出？今天差一点涨停板喽，老师，那差几条涨停板？那差几条涨停板？然后每档供来，每档供，可是我在赖里面有没有告诉你？有没有跟你讲？老师啊，你连发哥赖加好坦，我跟你讲，无坦无要紧，都没有关系，加赖全部跟你分享。未来三个月到半年的台北快线、台北股市推背图，未来会飙翻、会翻身翻倍的黑马，我都要在 LINE 里面跟你分享。那如果你觉得加 LINE 太麻烦的，你打电话来直接送给你，直接告诉你未来会翻身翻倍的黑马，直接送给各位。那如果你还没加 LINE 的，麻烦你做一件事情，加 LINE 当朋友，标股一定有。阿雄就是你最好的朋友，未来会翻身翻倍的黑马，我在 LINE 里面跟你分享，赶快加 LINE。 祝各位说，我们先进段广告。决胜188专案，买在别人不敢买的低点，卖在别人不相信的高点，把失去的一次要回来。胜利专线02-8512-5858。亚太国际证券投顾官网服务欢迎莅临，请搜索关键字亚太国际投顾，顶尖团队，顶级享受，软体下载，专业研究。亚太国际证券投顾02-8512-5858。全新的操盘策略，全新的尊荣服务，创意理财尽在亚太国际投顾02-8512-5858。亚太国际证券投顾，规划全方位的理财策略，掌握全世界的经济脉动，启动全市场最严密的机制，创造全市场最耀眼的绩效。亚太国际证券投顾02-8512-5858。决胜188专案，买在别人不敢买的低点，卖在别人不相信的高点，把失去的一次要回来。胜利专线02-8512-5858。与适度运动，均衡饮食，二多三少，戒掉烟与酒。Control 真患病，听医生的话，早晚量血压，抗制药达标，对抗沉默杀手，谨记血压3C管理。
快车。欢迎回到现场哦！如果你都还没加来的，如果你还不是民松的好朋友的，赶快做一件事情，拿出你的手机扫 QR code 加入民松的 LINE 好朋友，你就可以掌握我们及时的资讯。就像我跟你分享的联发科领头羊，我问各位好不好赚？好不好赚？好不好赚？哎，不是要叫你抱几年抱多久呢？拜托的，我谈有狂飙无？有狂飙无？安尼有好谈无？借问的。不是要叫你买几百张呢？你买十张就好，十张34万，有好赚无啦？老师，十张34万，那也真好赚呐！啊，你看我讲，哎、欸，拜托，这是高价，低价更标哦。来，给你看哈，给你看，给你看，不你看，不你看，高价联发科，低价，低价要开始喷了。今天差一点涨停板，啊，你加赖的通通都知道哦，够送哎、欸、哎、欸，我不是今天讲哦，我昨天就有讲。你是加赖的，通通都知道。我前天也有讲，好啦，你还没加的没关系。未来三个月到半年，台北股市的推背图我都规划好的。光学矽晶圆还有机会吗？谁是下一档最标的股票？重点是未来会翻身翻倍的黑马是哪一档股票？我在赖里面，在赖里面跟你分享。你还不做好朋友的，赶快加赖，加赖当好朋友，不要鬼掉。阿雄就是你最好的朋友，祝快收视率，再见。本公司与所推介分析之个别有价证券无不当之财务利益关系，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投资人应独立判断审慎评估并自负投资风险。网址不乱点，小心